根据这段经济经验，找部分政治问题的指示，无疑反映当前的一条既定路线。今年目前的经济采取于国家政治生活以外，要把广大的干员封闭在狭隘的经济生活区域，因此这条路线违背了我党与我国人民的历来常识。从我军正式建党开始，我军就是中国革命的一支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广大党员在革命这个阶段经过一定的梳理，而我军领导人对国家政治的工作也曾有着重大贡献。不妨回想一下，那些五星楼山之下，正是黄克勤总长这部个人得知当时张爱勤等我军其他领导同志也都立场鲜明地支持了彭德怀同志。在拿另一个事实来讲，十年后期正式军队首先打击了文革杀手。1968年，杨廷武不举例，遵照林彪指示，坚决回击了军集体走狗。还有，1976年10月，正式与我军领导的解放行动，才一举摆脱了四人帮。也是因我军领导群众的坚持，邓小平等老同志才得以复出担任重要职务。为什么现在邓小平同志反过来要军队早复出政绩？这不是你明明要限制广大子弹员，特别是我军领导人积极参加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吗？今年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修改了部队对入党的规定，理由是什么？要控制党员数量，提高党员的质量。一则是压缩军队党组织，减少军民党员在党内的势力，这就再也不能在党和国家政治中发挥积极作用。目前依照中央指示，许多省市县在种种借口下开始排除担任地方党委成员和常委员的部队或军区领导人。更有甚者，中央军委人提出将出席12大的军队代表人，却为此制造舆论说，这次一次代表大会军队代表过多，这不像话。12大要尽量军队代表人的办法来实现所谓军队少部分政治的目的，并在以个人自由以自己脚尖子的人出席党的12次代表大会，以便把党内已经存在分歧并且前几次中央层次上能解决的问题在12大强行通过。军人与自己把军队置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次要地位，其目的是要巩固某人在中央和中央机构，其结果必将进一步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危害党军党政关系。